真正的高手是怎么做题的，请看这道题，说在空格处啊，填入加号或减号，使最终的结果呢为100。那这道题如果一个一个要去试的话，加减加减加减十分的麻烦。今天给同学们分享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叫做叛变思想。我们来找盼头的方法很容易就能做出来。来，我们在所有的空格处全部填入加，不管3721通通填加号。填完之后呢，它们相加的总和是252。然后252呢和右边的这个100我们进行比较，发现两个数相差了多少，相差了152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说152的一半，76叛变了，76是里面的叛徒，我们只需要改变两数之和为76它的符号即可。加67加9相当于加76，我们把这个加号呢给它改成减号，这个题呢就做出来了。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那什么原理呢？看好了啊，原来是加67加9相当于加76，现在呢白老师给它变成了减67减9相当于给它变成了减76。那原来是加76现在是减76啊，前后相差了2个76，也就是152。你学会了吗？关注我玩转数学。